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413页，413页，第一行。这是科啊，戒归自心，分三段。第一小段自修，第二小段自知，第三小段自舍。我们看经文，如自是为，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经文不长啊，这一小段呢有三个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下文，连下了三个字字，首曰如自是为，接着说呢如当自知，第三说如应自舍。世尊，这个世尊是世间自在方如来，对法藏比丘说，没有直接答复他，而是指示出这三个字。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三个字实在是老婆心切，深意存言。老婆就是老太婆，老太婆心地非常慈悲，非常仁慈，对小孩啊爱护无微不至，用这个来做比喻啊，世间自在王如佛，自在王佛就像一个非常慈悲的老太婆啊，对待法藏比丘啊，这个里面用意非常非常之深啊，用了三个字字。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就是这个意思啊。困难来了，行不通了，问题决定不在外面，而在自己啊，把自己管好了，外面问题解决了啊，年下为医图助，给人治病啊，不需要见到病人，病人距离你两三千里之外也没关系，你就把能够把他病治好啊，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字啊，秘诀就在此地啊，所以你看这个治病，病人的问题不在外头，在我自己啊，我把我自己调理好了，他就没问题了。这里头的道理知道的人不多，佛没传到中国来啊，我们中国老祖宗也知道啊啊，佛比我们老祖宗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老祖宗是点到为止，需要佛法加以解释，哦，我们恍然大悟啊。啊，佛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哪里来的？
为心所现，为识所变，是《华严经》上说的。整个宇宙，一切万物，包括我从哪来的？佛这两句八个字讲绝了。啊，为心所现，为识所变。把它浓缩，更简单的说，就四个字：心现识变。这是把事实真相跟你说清楚了。那么解决的方法，你就自己晓得了。心现的解决方法在心，识变的解决方法在识。心是真心，识是妄心。妄心真心是一个心，你在这上下功夫叫无事不办，哪有不能解决问题的啊？法藏法的48愿，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自然就成就了。老师这个指点高明到了基础啊，我们对经文这个意思看不出来。你看看古大德的一些注解，黄念老都收集起来抄在这个本子里头，一看就明白了。要用真心，真心就是佛心，用真心的人就是佛。用妄心的人就是凡夫，设法界是凡夫，设法界里头有阿罗汉，有辟支佛，有菩萨，有佛，通通叫凡夫。为什么呢？他不是用真心。所以天台大师趁这些佛成十法界的佛，叫相似即佛，那不是真的，他很像佛，他不是真佛，他为什么很像佛呢？他用的是妄心，为什么很像佛？他学佛学得很到家了，经典他都念，经典上叫他做的他真做，他依教奉行。你要不懂，没有真实智慧，你看不出来。你以为他是真佛，他非常像真佛，他不是真佛，那又是不是真佛了？看用心。他跟我们十法界的佛，跟我们用的心是一个心，他用的正，用的纯。他听话，完全听佛所说的，所以他很像。我们用偏了，用邪了，我们不听话，随顺我们的烦恼，所以变成六道了，就这么回事啊。这三个字好啊！你要了解这三个字，你才晓得，事出世间一切法。自己做主你要是以为外头有人给你做主那是假的设方如来都帮助我们，都加持我们，是不是他做主？不是，是我们做主，我们这个主做得对，做得正确，做得跟他一样，他都来加持了，就这么个道理如果我们自私自利、邪知邪见，佛能加持你吗？我们正知正见，大公无私，念念多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不就跟阿弥陀佛同心吗？
那不求阿弥陀佛，他来不来加持？他来加持，为什么？同心同德，他自然就来加持了，不求就来了。如果我们邪知邪见、自私自利啊，只为自己不为别人，我们怎么苦苦求也求不到，他也不会来加持。那是志不同道不合嘛。这三个字的意思，深呐，深意存焉呐。所以你真正把这三个字搞清楚了，搞明白了，那你就心想事成。你才真正把世尊在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了，你明白了，你懂得了。所以人生在世，要为自己。什么是自己？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不是这个身是自己。变法界、虚空界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是自己。所以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既然知道一体了，今天我们看到国内外许许多的信息传到我们这边来，都将有灾难，而化解灾难呢，几乎所有信息提出来就一个字，爱字。爱心能把灾难化解，对不对？对，爱心里头没有灾难，自私的心里头有灾难。我们这个经学到现在，虽然才学到第五品，在前面我们学到的法藏因地，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出榜样，你看看他是不是爱心？他爱谁？他爱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最高的等觉菩萨，最低的无间地狱众生，还包括七世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他们有一样不爱。用什么心去爱？用真心，他不是用实心。实心有分别，真心没有分别。色心不平等，真心平等；色心不清净，真心清净。经体上清净平等觉，那真心。用清净平等觉的真心，去爱一切众生呐。我们要学。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要用什么心态对他？是不是以牙还牙？我要来报复他，要怨恨他，错了，完全错了啊！那是什么？那是你用妄心呐。如用真心呢？真心那是清净平等、正觉的慈悲心对待他。
这是佛菩萨来，这个不是凡夫啊。为什么？佛菩萨知道啊，他跟我是一体呀。啊，为什么他有这么多邪知邪见呢？他迷了，我觉悟了。他迷了，做出很多错事啊！我觉悟的，要不要原谅他？要。不但要原谅他，我们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加持他。啊，让他慢慢的时候明白了，他回头啊！啊，这一回头都是佛了。阿弥陀佛四十八遍，愿文里头有说，无逆受惑啊，他造这么重的罪，无逆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合身。干这个事情啊，食物全都干了，这是什么罪啊？无间地狱罪，必定堕无间地狱。只要他肯回头，只要他肯认错，只要他肯忏悔啊，相信这个法门，愿意到极乐世界去，真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引他到达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不可思议啊！我们学佛学什么？我们就是学阿弥陀佛这个真心，这个正知正见啊，以清净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啊，包括害我的。你看看金刚经，大家读过金刚经上有一段经文说，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行菩萨道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啊，名字叫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割截身体，那是无缘无故啊！啊，割截身体是什么意思？凌迟处死啊，不是一刀杀掉啊。啊，是用刀在你身上一片一片的肉，那样把你割死，你说你多苦啊！忍辱仙人没有怨恨啊，没有报复的念头啊，而且还告诉他，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时候的忍辱仙人，乔成如尊者就是格离王。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落叶园度五比丘，第一个证阿罗汉的就是乔成如，就是格离王，没有一点怨恨的，说话算话了，成佛头一个多年。为什么？感恩呢？杀他还有恩，感什么恩呢？真感恩。那为什么呢？他来试验试验我忍辱波罗蜜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来试验我是真的呀，真的忍辱波罗蜜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了，在千佛排列当中，释迦牟尼佛是排列第五，
弥勒菩萨是第四。啊，结果就是因为割离王割戒身体这个忍辱的功德，让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啊，排了第四，弥勒菩萨排下去了。不是坏事啊。你想想，别人回谤我是替我消业障啊。哎，找麻烦障碍我，通通是消业障。通通是正复慧呀，我们要走正复慧的路啊，啊，不可以用情执的心啊，用分别心啊，要怨恨报复就错了啊。要知道啊，彼此是一体啊，牙齿咬了舌头，舌头还要报复吗？要不要把牙齿消灭掉呢？他为什么不一体吗？啊，要知道所有一切叛逆的众生跟我是一体。啊，就像割离王这个跟释迦牟尼佛这个故事一样，纵然被凌迟处死，也没有怨恨心。啊，还是感恩。啊，感谢他成就我忍辱波罗蜜。这是佛法了。啊，这就是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呢？用真心就成佛了，要用妄心。啊，这个深仇大恨，我一定要来报仇。那好了，又到六道，两个人在六道里生生世世抱来抱去，没完没了。这大错特错，两个人都可以成佛，现在两个人都堕地狱。啊，你走哪一条路？哎，你看，割离王走地狱的路，佛不走地狱，佛不走地狱，把他带起来。他也不多地狱，这个对的正确啊，这个懂得这个道理才晓得做人呢。中国人对这个人的解释，仁者仁也啊，仁里的是什么，一个是爱人，一个是忍辱啊，能忍能爱人，这才是个人呐！啊，能忍不能爱人不可以啊！啊，充满智慧，没有迷惑，对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佛在此地教法藏。如此思维啊，你自己想想，修何方便？为什么叫他如此思维呢？前面说过，他想建立一个修学完美的环境啊，就是极乐世界。这没修成在想啊，向佛请教，因为他说了，我希望我的世界在一切诸佛刹土当中是第一殊胜啊，佛满他的愿啊，把十方诸佛刹土统统现在他面前，叫他看啊，叫他一个一个去参访。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有凭有据啊。诸佛刹土里面好的地方，他通通记得了，记住了。我要学，
我的世界将来统统有，不好的地方呢，统统不要。啊，前面讲了，佛带他参观了，啊，考察了211个佛国土，211不是数字，是代表大圆满，啊，这是密宗的表法。这一部经里头，有大乘，有小乘，有显教，有密教，有宗门，有教下。啊，换一句话说，这一部经看起来是不大，意思非常圆满。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这一部经上统统都有。这经是宝典呐。那不读这部经，那你要读五种原译本，五种原译本很难读。啊，夏莲居居士给我们做汇集本，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无量无边呐！啊，让我们省心省事啊。利益太大太大了啊！我们要知道啊，啊，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分别执着，更不可以嫉妒障碍啊，那就造无量无边罪业。啊，我认识他，我明了他，我发心全心全力弘扬这部经典，那就是弘扬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的愿望。诸佛的愿望是什么？是希望一切众生赶快成佛。啊，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就是可以让一切众生真正一生就成就。啊，我们干的是这个事情啊，不为自己啊，普遍为一切众生。即俗得度。啊，所以法藏比丘用了无界时间，不是短时间，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都参访到了。啊，我们今天讲考察，讲学习，啊，他这个事情做圆满了，所以自在王佛才说如知是为修何方便。这话不必用我，不必来找我了，你自己知道了啊，一切诸佛刹土里美好的统统收集就好了吗？啊，一切诸佛刹土不好的那不要就好了，你看就这么简单。啊，将来你这个世界就可以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所以能成就啊佛刹庄严呐。啊，接着往下看。如所修行，如此当知啊！你自己知道啊。啊，日本郡地法师于会疏，这个会疏是无量寿经会疏。啊，郡地唐朝时候人，在中国留学，亲近善导大师，
他是善导的弟子。啊，回国之后，日本净土宗的祖师。啊，日本人很难得。啊，我们到日本去参观。啊，他们祖师堂里头，他承认善导是他们第一代祖师，所以他不称始祖，他第二代，善导是第一代。啊，祖师堂里面供奉的祖师的像，头一个是善导大师，哎，他在旁边，尊师重道啊，啊，不忘师恩呐、啊。这是现在人值得学习的啊！《会疏》里面解释第一句“如此当知”，啊，解释的话是“如自当知者”，列如《法华三智》之说，其意甚广啊！啊，这一句话的意思甚广。无量啊，不可容易说故啊，此舌甚好。这一句话是黄念老说的啊，郡第四这个注解读解得好啊。比经法华经，法华经上直指不虚说啊，释迦牟尼佛说这句话，正是经经之意。啊，现在这个经上，如此当知，就是《法华经》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直指不虚说”的意思。同样，啊，可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不知道啊！啊，下面借着《银六祖坛经》里面的话，啊，六祖曰：“密在如边”，也是这句话的意思。古禅德曰，禅宗的大德说：“如智慧取好啊，我不如汝啊！”啊，也是这个经三个字的意思。啊，你智慧取好，你当然会挑选最好的。啊，我不如你。这些话。都是密意啊！我们看看天台大师讲的三智，法华三智啊，这个资料是佛教大辞典里头。啊，这是明述天台家对于三观而立的三智。第一个是体真智，体是体会，真是真实。啊，一定要晓得，佛在大乘教上常讲，万法皆空，那就不是真的。什么东西是真的呢？自信不空，自信是真的。啊，自信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实相
就是法身，就是法性。名词说的很多，都是说这桩事情，永恒不变。佛说的这些东西，现在哲学里都称之为本体，宇宙的本体。也就是说，它能生能现。宇宙呢，是所生所现。但是能生能现的这个本体，一直到今天没找到。哲学家、科学家认为一定有，没找到。佛法呢，找到了。找到怎么样呢？说不出，没有办法说出来，也没有办法指出来给你看。他真在，在哪里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在当下。为什么说不出呢？他没有形象，指示不出。自信，它不是物质，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它也不是心理现象，我们思维想象达不到，它又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现象都没有，它就在当前。如何能把这个东西找到呢？佛说，唯证方知。怎么证呢？我们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就体会到了。只要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绝对找不到它。所以，我们说哲学跟科学永远找不到。为什么？他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障碍，科学家、哲学家要不起心不动念了，给诸位说，他就成佛了，他就找到了。找到之后，他也说不出来。找到的人跟找到的人在一起，他们会有会心的微笑，真的都见到了。那么中国从佛法传到中国来，一直到现在这2000年当中，找到这个东西有多少人呢？我们估计不会少过3000人。他是真的，都不是假的，不是一个人找到的，很多啊。禅宗五等慧远里面所记载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1700多人那还有教下的，还有净土宗的，还有密宗的。净土宗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找到了，事一心不乱没有，理一心不乱找到。这些人见性的人，他们到哪里去了？全到10宝庄严土去了。也就是《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这41个等级的人，他们全都找到了。所以他们生一真法界。不是设法界。设法界是无常的，有生有灭。诸佛如来的10宝土都是这样的人，就是都是找到自己的人。禅宗讲自己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哎，你把这个找到了，你就不在设法界了，啊，你就常住啊，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说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就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所以在那个地方，永远不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都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世界才叫真正美好啊，一点缺陷都没有啊。啊，所以你要提真，提真呢就知了，知什么？知念头，妄想知了，分别知了，起心动念知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下面解释，诸法由因缘而生。啊，宇宙之间，我们能看到的、能听到的、能接触到的，啊，都是因缘生法了。啊，因缘假活活之法体为性空，所以一切法没有自体。啊，自体都不可得，所以说它性空，这个性就是体性，啊，一切法的体性是空的，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知悉一切攀缘妄想者，啊，所以只要你把一切攀缘的心、妄想的心，啊，妄想的心是起心动念。攀缘的心是分别之处，只要把这个东西啊止息住，我们讲放下啊，跟这讲止息是一个意思，你就能证空理，你就晓得，哎，佛说的万法皆空，这个空是什么意思，你就能体会到了啊。你不能放下，你不懂这个意思，放下才真懂啊！没放下，听佛讲解，哎，知道有这么回事情，这个叫解悟，不是证悟。解悟怎么样呢？知道有这回事情，不得是用，用不上。如果真正呢明白了，你就用上了。用上是什么样子？就像割礼王割截身体，自己如如不动。啊，割截身体有没有痛苦啊？没痛苦，为什么都放下了？身体是假的，身体不是我。啊，所以他的神智那么清楚，他那么自在。那就得受用，觉悟不行，觉悟你没放下，拿刀子给你痛啊，真痛啊，因为是你没放下嘛，真放下不痛啊。哎呀，可见的真放下跟这个没放下不一样啊。啊，真得受用啊，说空即真也，这个空不好懂，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是对于中观之智，啊，中观是呢，空有两边都不执着，执着有是凡夫，执着空是小乘，啊，阿罗汉毗之佛执着空。啊，大乘菩萨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心清净的。啊，所以二乘虽然有放下了，他还执着个空啊，他还有个空啊。
那个东西也是障碍啊，叫空有两遍啊，都不执着啊，执就是定，就是智心一处啊，这个是把心放在真如上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了，是这个意思。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方便随缘止啊，又名细缘守静止。前面这个很难做到，因为体证就是开悟，就是见性，我们没这个能力啊，我们见不了性啊。啊，这个道理我们懂啊，我们做不到啊。啊，但是后面这个两个有办法，它的标准就降下来了。啊，你看方便随缘，啊，又名说细缘守静。啊，菩萨知空非空，停止于诸法幻化之理。分别药病化一众生啊，知空非空呢，为之方便；分别药病呢，随缘离境呢，为之随缘。安住在假地之理而不动，为之止，是对于假观之止也。我们要从比喻上来说，大家的好懂啊。菩萨学佛知道啊，空不是万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空什么都没有啊，那你完全错会了意思啊，体是空的，他预言能生万法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何其自信啊，能生万法啊！自信是空的啊，为什么能生万法呢？可见的空是什么呢？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叫它做空。可是它能现，它能现自然现象，能现物质现象，能现精神现象，它能现啊，虽然能现呢，所现出来的现象全是幻象啊。什么叫幻象呢？假的啊。什么是假的呢？它没有实体，它不是实在东西，全是假的。这个我们不好懂啊，我们觉得现前不都是实在的吗？怎么会是假的啊？我手摸得住，眼睛看着说啊，怎么是假的？真的是假的。这个道理很深啊。佛说是假的，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出是假的啊。你看最近的科学发展呢，大概80年了，不算很长啊。啊，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啊，首先发现了原子啊，科学家用分析的方法啊，过去细胞是这个把它分析成分子，
分子是最小的了。再从分子里面去分裂，把分子再分开来，看里头什么东西，就发现原子。原子比分子就小。然后继续不断的把原子再分裂，看原子是什么构造的。发现原子里头有电子，有原子核，有中子。这样一层一层的分。到最近的30年。发现了基本粒子，发现夸克。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夸克也有几十种。再从这个里头再分，分成光子，现在讲叫量子，分成中微子，一个中微子多大？念老在注解里头引用科学家的实验报告，一个中微子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就是100亿个中微子合在一起是一个电子，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围绕着原子核转的，那个样子很像太阳系。这个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也。这个东西不能独立存在。它怎么来的呢？这物质现象啊，你能看得见的，它是个物体。物质现象它从哪来的？它从念头来的。所以科学家告诉我，根据他们研究结果的报告，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所有物质现象都是这些基本东西，都是这些中微子。它聚集在一起，你看到好像是。它生灭很快，就是弥勒菩萨对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佛问他一句话：心有所念，我们一般人懂个念头。心有所念，佛问弥勒菩萨：这一念当中有多少细念？有多少物质现象？有多少精神现象？问这么一个问题。他的经文上的原话，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几念、几相、几时，几相是也。问这么一句。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一弹指时间很短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中国人的算法是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细念。每一个细念里头都有物质现象，对，念念成形，形皆有实。每一个物质现象里头都有精神现象。这是法相唯识学里头所说的，被今天科学家发现了。科学家看到这个现象。这个科学家是德国人，普朗克。大家晓得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老师，是他发现的。没有物质啊，物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幻象交缠在一起，
啊，交缠在一起产生的幻想，是这么回事情啊。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呢？我们今天用秒射算作单位啊，一秒为单位啊。弥勒菩萨讲一弹指，一秒钟至少可以弹五次，弹得快的会弹五次。那在乘五，就是一秒钟里头1600兆啊，1600兆分之一秒，这是它存在的时间。你看，马上就灭了。为什么看到现象一个接一个？啊，让我们的时候看花了眼睛，哎，以为是真的，是这么回事情，其实没有。啊，这是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跟佛说的完全一样。这些精神现象，啊，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精神是物质的基础。这也是普朗克说的。啊，物质的基础是精神现象。啊，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看到了，突然发生，立刻就消失，速度太快了。啊，那这一句，这他们看到这个现象，佛经上有，佛法讲这个现象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佛经上都有啊。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速度很快，我们捉拿不到啊。所以弥勒菩萨结论上讲，念识，啊，念是起心动念，啊，识就是精神现象，极微细，不可知持。啊，任何一个人，你没有办法掌握它，你没有办法去保持它。做不到，它的速度就是那么快。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让我们想起我们电影的幻灯片。啊，这是从前，现在电影是数码了。啊，不用这个了，这是从前老的电影片。啊，放在荧幕上，我们看到电影。啊，实际上。电影是什么呢？是一张一张的幻灯片，啊，用光打在荧光幕上，它的速度呢，一秒钟24张。我们看那个荧幕啊，就好像是真的一样，就把我们欺骗了。那现在我们摆在面前的，也是这种幻灯片，一秒钟多少张呢？1600兆。你能知道它是假的吗？跟这个道理完全一样。哎，我们把电影误会以为是真的，一秒钟才24张啊！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景观呢，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了，它太快了。所以科学家讲啊，所有现象交缠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啊，你没有办法分辨啊。科学家竟能发现这个，了不起啊！啊，这是佛在经上讲过的啊，佛说。用我们的意识，就是思想，啊，第六意识跟第七识，第七识的分别，第六意识的执着，啊，这两个都是管思想的，啊，一个是思，一个是想，思是第七识，我呢，想是第六意识，打妄想，啊，就这两样东西，思想在佛法讲是两个。啊，一个第六识，一个第七识，是两个。他们的语言所语言的力量太大了，啊，他对外
能够攀援到宇宙，宇宙的边缘才能攀援到。对内呢，能够援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三细相，就是物质、精神跟自然现象，从哪里来的，才能援得到。那么些科学家援到了，物质讲得清楚，跟佛一样，精神讲得没有佛讲得清楚。自然现象也都没讲得清楚。佛经是高等科学啊！科学所讲的出不了佛经的范围呀、佛经上所讲的，科学还没做到，还没发现。科学家讲的能量，就是阿赖耶的业相；他讲的信息，就是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转向，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如果从四分上来说呢，能量是阿赖耶的自证分，阿赖耶的自证分是能量。信息呢是阿赖耶的见分，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所以科学家能够做到这里，宏观宇宙，研究宏观宇宙的，他的报告书用现代最先进最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实际上只能观察全宇宙的10%，还有90%不见了。这是宏观宇宙的报告。微观世界的就是量子力学家，他们的报告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我们都知道。宏观宇宙90%的宇宙不见了，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我们知道。到哪去了？用净土宗的说法，他回长吉光了。回长吉光，那就说你怎么知道了？你找不到了。为什么长吉光里没有现象？没有物质，没有精神，没有自然现象，你当然找不到它。换一句话说，科学家能够找到十八图，他找不到长吉光。我们相信科学再有20-30年的进步，肯定会承认佛教是高等科学，不再是宗教了。释迦牟尼佛是大科学家。方东梅先生当年介绍给我的，释迦牟尼佛是最伟大的哲学家。现在我们发现释迦牟尼佛是科学家。他一生所讲的，我们把它分为五大类，五个科目：伦理、道德、因果，这三种是普世教育，教人做好人，行好事，能够带给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事业辉煌，社会安定，天下太平，能达到这个目的啊。再向上提升呢，那就是科学跟哲学都到了登峰造极，了不起的大学问呐，没人知道啊，真可惜啊。
我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哲学产生了爱好。方老师叫我，不让我到学校去。要我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他家的小客厅，一张小圆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他这样叫我，每个星期2个小时。我们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为什么？大概是发现一个对这个真的喜欢的人，那就叫真的。学校大概不是叫真的，我想到学校旁听，他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到学校会大失所望。”这个话大概也包括方老师在内。方老师学校教书，大概也是很随便敷衍了事。为什么呢？学生不认真学习，所以老师教的意愿没有了。为什么还要教呢？为生活啊。要吃饭为钟点费呀，为工资，为这个，那不能不交啊。那很马虎，就是学生干什么？学生来混文凭啊，混学历啊，都不是真干的。那么现在就60年之后啊，恐怕比那个又要往下坠落。佛法真是好东西我要不是遇到方老师，怎么会知道啊？这么好的东西，在世界上，我们中国古人说，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到哪里去找？就在眼前，就不是货。经典里面跟你所说的世间法、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能解决的，而且都是给你圆满的解决，没有后遗症的解决，多高明呐，多难得了，这么好的东西不学，那你可有罪受了，那就有灾难。佛法的手段先就叫你止，止的意思就是放下。你真正能放得下，头一个放下自私自利，这是所有障碍的根本原因，一切错误的原点就是自私自利，决定不能搞自私自利，搞自私自利你就决定脱不了六道轮回，生生世世在这个里头，好可怜呐！不能不知道啊！你真正契入佛法之后，你就晓得真自在、真快乐啊！我们中国人常说：“仁者无敌。”仁慈的人，仁爱的人，仁是的二人，想到自己会想到别人，推己及人，懂得爱自己爱别人，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弟子规上讲的，凡是人皆须爱，这是仁者，没有敌人，没有敌对的，没有对立的，
已很不得了了，何况是佛。佛比人者高100倍都不止啊。啊，所以人天尊他为佛，佛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啊，大圣人呢？啊，是谁呢？就是自己，不是别人呐。自己本来是佛啊。啊，你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成佛了。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你的相好就跟他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用三个字啊，不是别人事情，自己的事情啊，自己这里要放得下。这三个字就是叫你放下。啊，所以又名细缘守静，用我们净宗现在的方法。啊，细缘是没有离开缘，啊，没有离开这个世间，没有离开一切人事物。守静呢，我们守住阿弥陀佛，我们的静就定在阿弥陀佛上。心是阿弥陀佛的心，念是阿弥陀佛的念，干的是阿弥陀佛的事。阿弥陀佛什么事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方方面面什么都帮助。没得吃的我帮助你，没得穿的我帮助你。啊，你迷惑颠倒，我帮助你。没有一样不帮助啊，全心全力帮助你。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来帮助你啊？啊，尤其是吃的穿的，嘿，奇怪了，越帮助越多。啊，这个我们自己都有经验的。98年，99年，我在新加坡。住在居士里，啊，我叫李默元居士，啊，08年我在那里过年，啊，他有3天，初一、初二、初三，在中国90年供养大众，啊，就是24小时，到居士林吃饭，不要花钱的，随便去，通通有的吃，自助餐，晚上的时候都有面包。牛奶、热的点心，啊，24小时供应，免费的，3天。我跟李默元就是天天要做啊，哎，他就真干了。头一个月大概拿了一些钱，到第二个月就不要拿钱了。各方面送米的、送油的、送菜的，给送的太多了，吃不完呐。啊，每一天吃饭1000多人，那星期天、假日，差不多有4000人。啊，很多人来做义工，都自动来的，不知道从哪来的做义工，啊，送米、送油、送这东西，这个东西不能留啊，啊，留了它就坏了，特别是蔬菜呀、啊，米呀、啊，我就叫他。新加坡有很多宗教，许多宗教办的有养老院、孤儿院，啊，还有学校，这些慈善事业，我说打听一下，我们都送，啊，每一天我们搞个小卡车，多下来的时候全部都送，跟所有宗教结了善缘呢、啊，常常送礼嘛。啊，这就借了善缘，善缘呢，以后宗教就团结起来了。
我对他有好处吗？啊，天天诵，真的越诵越多啊！不怕不实，不怕没有，啊，我全部全心失掉，这叫清净。我不实还留一点，不清净。啊，真的要相信佛的话，为什么呢？信德流露啊，永远没有止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从自信的啊，全是从自信自信里头流出来，包括物质也佛如是啊。如果说是像你们有这个土地自己来耕种啊，你们的这些植物长得比别人好，收获比别人多啊，为什么？你们是布施他种的，诸佛菩萨加持，鬼神都来帮忙，欢喜啊，他自然来帮助你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惜缘守净，菩萨知空非空啊，停止与诸法了幻化之理啊，这个理他守住了。理是什么呢？万法皆空，万法无常，了不可得啊，这个道理清清楚楚。清楚有什么好处呢？自私利念头断掉了，对于一切万法了控制的念头没有了，占有的念头没有了。为什么？它是假的，空的嘛。就像你看电影，你能控制得住？看不住嘛。啊，可以欣赏，可以享受，不能控制，不能占有。啊，菩萨懂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他在世间非常自在，非常快乐。啊，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啊，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支配的念头，这大自在呀！啊，心里面呢，止于这一句佛号，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亲近阿弥陀佛干什么？就深造，让我们的智慧更高，本事更大，将来救更多的苦难众生。这是本意呀！啊，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跟我们表演的，啊，那就是现在大家求的物质方面的，物质方面的时候不能贪，适可而止，不要有贪心。啊，贪心了，贪心是魔鬼的，不是好事情。啊，不能没有嗔恚，不发脾气，没有嫉妒，你就不堕地狱了。把这个三恶道的人全断掉。啊，不愚痴，我天天听佛讲经，天天接受佛的教诲，不堕畜生道，三恶道就堵住了。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超越十法界了。你怎么会不快乐？怎么会不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在这个世间，一切财物的布施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法布施。帮助他开悟，帮助他明白事实真相，这个功德大了，这个功德不是财布施能相比的啊！他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他成佛了，他又度多少众生啊，都是不可以过计量的，太大太大了。
啊，所以如果不讲经，佛法就没有了。怎么能不讲经呢？中国在过去儒释道都讲啊，啊，朝朝代代这些帝王都礼请三教的大德到宫廷里头讲学，啊，皇上带着嫔妃文武大臣来学习，啊，所以用这个建立朝野的共识，啊，得到太平盛世，啊，国家富强兴旺，人民生活幸福美满，那些真正修行人，真正有道德人，他不要名闻利养啊，啊，他每一天粗茶淡饭足够了，啊，衣服能穿暖，有个小地方避风雨，他就知足了，他知足常乐啊，啊，他幸福无比，啊，跟这些人在一块，德行增长，智慧增长，啊，所以有高人出现，啊，现在人大家对这个疏忽了，没有人学习了，没有人真修了，啊，变成儒释道都没有人才了，啊，社会才这么乱，日子过得这么辛苦，啊，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啊，灾难是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善的业所感得的。啊，我们希望年轻人，30岁以下的这都年轻人，真正发大心，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好好的学佛，学传统文化，来帮助国家，帮助政府，安定社会，啊，来创造世界和平。这就是佛菩萨的事业，这就是圣贤事业。啊，用什么方法呢？教学，这个要记住，做官不行。释迦牟尼佛不做过王，教学，啊，只有教学能办得到。啊，领导自然有大福的人去领导，教学的人帮助领导的人就够了。啊，跟领导的人是师生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这个多圆满啊！像古代，你看儒释道三家的这圣贤，国家都封为国师啊，帝王自称弟子。他们跟这些人师生关系，啊，跟这些三教的学人是同学的关系，一心一德了，
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究竟离苦得乐，一定要帮他开智慧，因为苦是迷惑造成的，乐是觉悟造成的，只有教学才能帮助人离苦得乐。啊，这一生干这个事情是最有意义的。啊，不单帮佛教，还要帮世间所有宗教。啊，都希望他们都能够恢复教学。宗教的经典，至少都是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叫你不要做坏事。啊，没有一个宗教不教人孝顺父母，啊，尊敬尊长，通通都有啊，哪个宗教今天的都有啊。所以宗教是好教育啊，要维系啊，要帮助他发扬光大，要奖励这些传教的教师。啊，所以这个随缘的意思好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自己的心住在阿弥陀佛上啊，心无二念，没有别的愿望，就这么一个愿望，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啊，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啊，跟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我们就满足了啊。随着停止啊与诸法幻化之理，这个理清楚明白，不动摇。分别要病怀疑众生，这教化中的社会人，这社会众生有些什么毛病，要用什么药去治它，这个要帮助众生。现在的众生的病是把自性里面的德行统统忘掉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了心德啊。心德是什么呢？老祖宗说得清楚啊，老祖宗说的是心德，不是他自己的创造，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这个要搞清楚啊。现在的人是吧，是自大，不服人，瞧不起古人，认为古人都是落伍的，古人都是迷信的啊，古人都是搞封建的啊，这些想法看法错了啊。你对于古代文化有没有去研究啊？你知道多少啊？你怎么可以随便批评啊？啊，古人不说别的，古人心地清净，这一点我们就比不上他。我们现在心多乱，妄念都是多少，古人妄念少，心地清净啊，他生活单纯，他没有太大的奢望啊，都能够安分守己啊，而且都能照顾别人。不算太久，70年前中国跟日本打仗，我们那时候是学生，小学生、初中学生，我们流浪逃亡，走到任何地方都陌生的，可是当地的
人民都会照顾我们，我们没得吃的他做东西给我们吃啊，看我们收冻的拿几件衣服给我们，现在没有了啊。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啊，跟家庭离散了，消息都没有了，国家收留我们办国立中学啊，来收留这些流亡学生啊，在后方念书，老师跟学生就跟父子关系一样，感恩呐、啊！啊，一辈子不会忘记、啊。老师把我们像自己儿女一样关怀照顾，啊，同学跟亲兄弟姐妹一样，这一种情现在没有了。啊，我们还能享受到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中国传统，在那时候还剩了一点点。越往上面去，人心越浓厚，过的是真正人的生活。啊，人爱家了。爱亲戚朋友啊，啊，真的彼此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确实是亲爱近臣的 啊， 啊，这是老祖宗世世代代相传。啊，八年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学外国人。啊，中国人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啊，什么都是外国好，向外国学习，就错了。现在外国人走投无路了，啊，希望向中国古人学，向印度人学，啊，去照顾文化。啊，中国教育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给注释就一个字，五伦里头父子有亲，中国人就止于亲，这个亲亲爱，这个亲爱是天性，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不是天性。啊，我在前几年有一次在日本开会，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在日本冈山召开的，我参加过两次。啊，第一次我在那边，日本那边的学佛的同学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啊，他们陪同我，照顾我。有一次我们散步在路上，有个年轻的妈妈啊，推着她个小儿子四个月，推在小车上推的，我们一起走，我突然停下来，哎，我说你们大家来看啊，看什么呢？父子有亲，你看看这个母亲对他的儿子，儿子虽然不会说话，你看他眼神，看他表情，看他动作，他多爱他的妈妈。没人教啊，天性呐、啊！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父子有亲呐、啊！你在这里看到了。中国传统教育发源点就在这个地方，在老祖宗发现的啊，教育第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这种亲爱是天性，这种亲爱能够在一生当中永远保持，
而不失掉，这是教育头一个目标。啊，第二个目标呢，希望把这个情爱发扬光大，啊，能够爱你的家族，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亲戚朋友，啊，把它发扬光大，啊，爱你的乡里，啊，爱你的族群，爱国家，到最后，凡是人皆是爱。中国的教育，几千年教育是爱的教育啊！啊，这个教育是家庭负责任呐！啊，中国这个族群在全世界做了很多好事，没有人不敬佩的。啊，中国人真的是大公无私啊！郑和七次下西洋，啊，带的这个军舰最多的时候将近200艘啊，最少的时候也有60-70艘军舰呢，啊，几万人，这个。航海没有侵略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占领人家一个地方。啊，西方的时候3支军舰，马六甲的人说嘛，就把马六甲占领6夺。啊，所以中国来了那么多，完全是送礼，教大家农耕的技术。那多欢喜啊！所以马六甲，你看每一条街都有郑和庙，对他念念不忘啊！啊，中国人是好人呐，不是坏人呐！啊，给人家交易，总是多给别人。啊，对人家总是很厚道。啊，那要是外国人的时候，郑和那支军队走遍全世界，那中国殖民地不知道有多少。啊，中国人不干这个事情，不是傻瓜，积的厚德，在今天的大难、大灾难。我们要有信心，祖宗之德，中国不会灭亡。啊，中国有灾难，灾难什么原因呢？不听老祖宗的话，完全违背老祖宗，老祖宗大概要有的惩罚。这人之常情。啊啊，老祖宗总是爱护自己的后裔呀，啊，不会叫他灭绝。这是我们坚定信心不会改变的。啊，中国文化决定会传遍全世界。啊，现在已经有了征兆了，群书之要。啊，我们这一宣传，啊，在国际上一宣传，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大家都迫切要求英文的翻译本。啊，我们现在第一册翻出来了，现在在审查。啊，本来是这个月可以出来了，希望呢再仔细的审查，希望翻得更圆满、更好。啊，延后2个月出版，好吧。希望他尽善尽美，啊，头一炮要打响，啊，那么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就大量运送到全世界，啊，全世界人都学中国文化，
所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现在砍来砍去是中国群书之要的世纪。真好，我们看了真欢喜。啊，这个书刚刚翻译，还没有修改，马哈迪长老就等不及了，要看稿本底稿送给他看。啊，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现在的首相纳吉，啊，他要我到他家里去做客，啊，我要带着这个稿子。没有翻完的一部分送给他，他欢喜，他讲话的时候就引用了。啊，所以中国年轻人要认真努力，啊，不但救国家，也救了全世界，这好事情。所以知道病，知道药，啊，群书之要是一副良药。啊，唐朝这一个朝代，啊，治理国家都用这部书。啊，所以当时各界领导的官员都要读，必读之书。啊，现在我们让蔡老师带着庐江以前这一批老师们在马来西亚给这部书做注解、注音、注解，再翻成白话文，啊，然后从白话文呢再翻成英语，翻成外国文字，啊，先翻英语，那么现在马来西亚呢再翻成马来文，啊，慢慢向这个国外去流通。第三个呢，习二边分别止，又名至心止。这就佛法讲的至心一处，就是至心止。啊，佛说的这个话，佛说了好几次啊。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非常重要。啊，第一止啊，偏于真。第二执呢，偏于俗。啊，这个是两边都不偏的。啊，习二边分别执。啊，居不会于中道。啊，居是两边都离开，啊，都不执着。啊，今执真。非真，则空边寂静；知俗非俗啊，则有边寂静。这就是习真俗二边，而止于中地呀、啊，是对于中观之止也。这是如何我们从俗归真？啊，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晓得真假都是一个概念。啊，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心就恢复到清净，恢复到平等。啊，这个是如来的境界，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他们的心真清净，清净心里头没有众生，也没有佛，有佛了也不清净啊，自心清净心里头没有佛，
这个是要知道，无佛无众生呐。啊，众生跟佛都是从妄念上出来的。啊，没有妄念了，佛跟众生都没有，多么清净！没有分别，就没有高下，就是平等的。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所表现的这三种智，统统具足，跟我们往来，他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而他自己的立场呢，如如不动，真的没有起心，没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他没有啊。那么我们就从这就明白，他心只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怎么会生烦恼呢？啊，自信智慧往外透，变成对我们凡夫的信德。给诸位说，我们老祖宗讲的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这是人与人的关系，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啊，不懂关系，社会就乱了。啊，一定把关系搞好，关系做好。啊，父子的关系一定要亲爱。夫妇关系一定要负责任。啊，两个人有不同的任务。啊，夫义夫听。啊，有别呢，是维护家族，任务不一样。过去男子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他要出去谋生。啊，太太在家里，他要负起教学的工作。啊，要把儿女教好，就相夫教子。你家里能不能出贤人，能不能出圣人，关系在母亲。母亲会教，儿女就变成圣贤。啊，所以在中国过去教学当中，教女孩子比较男子严格。啊，为什么呢？女孩子是圣人的一个因素。国家能不能出圣人，是女孩子的事情。啊，女孩子懂得教育她的子女，那家里出圣人。啊，周朝开国，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大圣人，妈妈教出来的。啊，他们家里祖孙三代都了不起。啊，祖母太阳。啊，他的母亲太任。他的媳妇太师。啊，三个都会教。啊，所以家里出大圣人。啊，建立政权维持八百年，中国这个朝时间最长的周朝八百年。啊，得力于这三个妇女啊。啊，所以中国妇女在古社会里头不是没有地位啊，有崇高的地位。啊，家庭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啊，所以中国文化不能不学，不学你什么都不懂。啊，产生许多没有必要的误会，这是错误。
啊，中国东西太好了，学了之后啊，你真的产生感恩之心了，啊，你会爱国家、爱民族啊。你不认识他，你轻视他、小看他，这个错误啊！真正了解明白，没有不爱国的，不爱国家的是对于自己国家文化一无所知，啊！所以我们苏湖传统文化200年了，要把它恢复起来。也得要200年，啊，我们只能够把这个星火保持住，别叫它灭掉。啊，发扬光大，我们看不到，我们下一代也看不到。啊，好好的保存，我们这一生能传两三个人，不错了。啊，所以将来。你们办佛学院，我希望徐佛学院只招20个学生，别招多，不招生，有好的人介绍过来，不招生。啊，20个学生呢，10个是正科生，10个旁听生。啊，基础教育一定要严格督促。儒释道的三个根，出家人还要加上沙弥律仪，4个根，一定要做到。不做到的，请他离开。啊，还有文言文、语文的一个根。啊，要背100篇古文，时间两年，一个星期背一篇，两年。要熟背200篇古文，啊，不能背诵的就被淘汰掉了，啊，因为你读古文，经典都是古文写的，你才有能力直接跟古人学，要靠翻译成白话文，等于说别人吃的东西啊，吐下来喂你，不是味道了，变味了。啊，学文言文直接的纯味道纯呐、啊，才能学到东西。啊，这个一定要坚持。学生不在多，3个5个不少。啊，10个20个不多，不能超过20个。啊，守住印光大师的教诲。啊，到场的人数别超过20人。人多，我们的精神力量都分散了，很难做到。啊，所以人少好久。啊，真正人才出来一个，抵100个都不止啊！啊，我们要真正出人才，啊，为国家增光。为佛教增光。好，今天时间到了。